中国知名的意见艺术家艾未未收到了北京地税局送来的税单，要求他的公司补交上千万元人民币的税款和罚金。这个公司的法人艾未未的妻子陆青则表示，处罚依据不清，拒绝签收。而税务人员则声称呢不得拒收。艾未未指呢当局是在威胁他，要他屈服和收声。香港媒体则认为，中共当权者为了打压维权意见人士呢，已经撕下了法治的遮羞布。好，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11月1号，北京地税局的几名工作人员来到北京草场地258号艾未未发客工作室所在地，送来一张税务通知单，要求发客公司在15天内补交1522万元人民币的税款和罚金。公司法人艾未未妻子陆青表示，公司账本被当局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处罚依据不清，拒绝签收。但税务人员以留置送达、不签收也生效为由，硬将税单留下。我们现在正在分析这个税单和罚单，因为有些科目我们还搞不清楚，他那个处罚决定上说的也不清楚，听证的过程中间呢没有看到账簿的原件，所以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艾未未在推特上连续发表推文透露，发客公司至今没有见过账，会计和经理受到威胁，不许见面，不容沟通。北京税务局给他15天期限补缴税款，他不会交款，因为当局至今没有拿出发客公司偷漏税的证据。蒲志强律师说，疑惑的是，税务局明确承认没有发客公司的账簿原件，那么税务局是根据什么来定税的？作为律师来讲，进入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了财务账簿资料，我们也不清楚他这个经营的情况，这个以及呢税局处罚的情况到底是依据什么，因为税务局明确承认账本不在他们，他们也没看到原件。艾未未提到，公安威胁他说，国家说你偷税你就偷了，国家会改口吗？你就自认倒霉，你绝望就是了。艾未未母亲高英认为，当局这样做不是单纯的一个偷税漏税的问题，整个都是莫名其妙。那么现在这罚款呢，他们又没有把那个人家那个发客公司的那个原始那个会计用那些账本也不给人家，就跟据说是复印件，给了一点复印件。那人家现在这个陆青，他这个已经找了律师，律师没法介入啊，人家拿不到原件，你这个账本是怎么回事，人看不到啊。高英认为税务局也有问题，他强调当局玩什么把戏谁也不知道，如果发客公司真的有问题，当局就应该开门见山的把这些人都召集到一起，在桌面上把账本拿出来，一项项说清楚，找出偷税漏税的根据。对于这件事情，艾未未指出，当局一直把他当成煽动颠覆者，发客公司的法人代表是他的妻子，他只负责艺术创作和监制，税务部门在通知中称他为发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对他打压的又一举措。艾未未对香港苹果日报表示，如果当局仅因为艺术家有不同观点、表达不同意见就蛮不讲理、恶意报复，这样只会削弱法治，给社会做出坏榜样。他希望当局不要靠威胁来维持。北京学者莫之旭表示，中共对政治一级的打击报复竟然可以毫无顾忌，无所不用其极，连法律遮羞布都不要，活在这样的国度让人如陷深渊，冰冷绝望。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人权组织认为这是北京当局对意见人士刁难打压的具体体现。新唐人记者秦雪、唐瑞、郭静采访报道。